设备的吼。领导的时间以及在座的各位的时间，各位先生，大家晚安。
哦，低级低活用定定低活用，开始伫遐定静安，即、这个步开始延续个。那么咧，即、这个是菩提，哦，我们到后壁当中，哦，佫有进一层，改善。好，也是讲应如是住，应如是行，无其修。咱修行书一节当中，当然一点非常个重要。无一点个当中，你回忆自然是回忆出来。但是到八八个当中，哦，你到八八个诶现身个当中，伊就讲应无所住，以生其修。所以讲，咱脑面就在咱金刚经个当中呢，咱就发现着讲啊，迄、那个啥呢？咱我做个身穿修着，咱着做。哦，迄、那个法门当中呢，伊嘛是讲，玉祖嘛是听到金刚经，但发心在修行，在求名师一子的。哦，咱知影讲玉祖伊个经真好，哦，所以讲呢，伊真正无简单。啊，当中呢，咱玉祖在修伊个法门当中，伊嘛是讲金刚经，到个一无所住，伊就是即下即时开悟啊。所以讲呢，伊。迄、那个契机，迄个创始的默契，哦，迄个是非常好啦，吼，拄好迄个，我来讲一拍即合啦，吼、哦，较早修甲大咧，哦，迄阵咧毋是，咱即马讲吼，迄个大德普传迄个当中，哦，伊咧经营同款啦，吼，要迄个啥，迄、那个高祖大汗国要出关的当，要迄个要渡关的当中咧，出迄函谷关，渡迄个阴历，哦，圣人咧。所以讲，一拍即合，伊啊留下五千，话伊着得经。所以讲咧，若讲啊，老师知影徒弟伫遐等伊，啊，迄阵咧，徒弟嘛知影老师要经，啊，当时要拄只过，所以嘛是一个默契。交五祖甲六祖咧，嘛是一个默契，无伊啊，学三个，我嘛啊想讲，我啊去学一百个、一万个哦，可能嘛毋知影讲无，迄个五祖迄个意思讲无三遍。哦，一平同就识啦哦，所以讲咧，是师傅咧，这地位咧，嘛是超好啦哦，因为这哦，我爱看看经，感觉讲吼，因为佛陀伊的弟子交伊的因缘，互我感觉讲吼，伊毋是一世哦，伊的弟子毋是一世，咱叫啊，叫伊师徒制的哦，过去世当中就已经结下了师徒制的，所以讲咧。甚至生生世世当中，拢咧开始这個、啊，这地主的一个道理哦，必须要开始啦吼、哦。当然，我感觉是讲，我会了解这五经的头皮无名啦，哇，唔是了解足济，我会感觉是讲，哦，咱若是会当出生之位道的当中，可能当破解这物件，因为你着无这五常、因常、众生常、寿者常这。哦，伊在咧听个东西当中个就是，最近讲个讲吼，啊，人无为之道啦，无为之为啦，哦，所以讲咧，无自上过心，也无遮物件。我爱认为讲话咱咧做个当中，拢是率自于内心，自性。所以讲咧，应该是咱做，咱尽咱个本分就可以啊。哦，率性之，哦，率性之为的，会使。哦，因为咱这拢是咱做，做咱家己个代志。本来就是，本来就是安尼。啊，互我头拄仔听了，听了说你讲迄个三十分钟，其实师傅咧应该是拢知影。哦，因为这点互我用咧，用感受。哎，伊这是师傅咧，伊本来知影，就是因为兄弟姊妹有足侪唔知影，所以讲咧，伊用这个时机当中，咱去反问世尊，咧互咱，哦，世尊咧来，哦，伊咧无反问的当中。啊，迄个，迄个世尊嘛，毋知伊欲阁安怎继续讲咧，所以讲咧，就是啊，我爱感觉讲师傅经咧，就是师傅咧咧，哦，有感受着，开始咧啊，交世尊伫即个对答当中咧来修佛经，哦，这是互我一个，哦，会当互兄弟姊妹咧，会当更加了解较侪咧，这是互我一个感受。咱咧讲个故事，啊，伊即老先甲我讲了咧吼，啊，我伫个研究吼，研究是讲，啊，
向前人鞠躬，送下各位的师鞠躬。